近日，袁鹏叔又在上海看到了严屹宽。当日，严屹宽粘着假胡子，一身古装造型现身毛永鹏拍广告。与工作人员沟通过后，正式拍摄随之开始。严屹宽站在布景里，滔滔不绝念着台词。随后，严屹宽移步到桌前坐下，继续拍摄。结束后，他抽着电子烟跟导演聊天。